肯德基、KFC 在香港等地出售的吮指原味鸡非常的受到欢迎。现在肯德基将在香港推出可食用彩色指甲油，让顾客在吃炸鸡时可以放心的舔手指。 肯德基为庆祝进入香港30周年，特别为香港的顾客推出了一款可食用彩色指甲油，分别是红色的香辣脆鸡口味以及米褐色的原味鸡口味。肯德基表示，这个指甲油是用全天然原料制造，涂在指甲上，过几分钟干燥后就可以食用。 根据亲身体验过的香港媒体介绍，香辣脆鸡口味的鲜红色指甲油很辣，但是呢却没有鸡肉的味道。但是如果倒在炸鸡上，就像调味料一样。另一款则是胡椒的味道。肯德基正在他们的网站上举行顾客票选活动，选出最受欢迎的口味，然后批量生产。 不过呢，专家表示，过敏的人要注意使用这类可能有香料以及味道添加剂的天然指甲油，同时舔手指前也要注意清洁指甲。